真心为您把关 ，SUM 里程保证，我承诺。2020 Honda HR-V S 版 ，HR-V 是 Honda 旗下的跨界休旅车，那在市场上的占有率以及路面上的能见度都非常的高，前方有 LED 日行灯。好啦，这是 S 版，是最高阶的一个版本，有 S 版的空力套件以及铝圈，后方有 HR-V Honda 的字样，排气管配置是单边单出。那 HR-V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，它开门的地方设计在这个位置，跟一般的车子不太一样。后座的车门气氛及后座的座椅气氛，完全都是很新的一个状态，根本就是一台新车。这边有个钥匙启闭车门锁，前座的车门气氛，前座的驾驶座气氛，座椅气氛，那椅侧这边有安全气囊。整体的状态都非常的新。那它的里程数是跑29000，然后都有在原厂保养。这边可以看到节能模式、倒车雷达、感应式车头灯、换挡快播键跟音响快播键、定速，然后 iKey 双驱和恒温系统，单驱恒温。然后这边有导航跟倒车影像，这里应该是升级的语音系统。然后就是变速箱的排挡座，这气钢琴口气都是没有刮伤的，没有刮伤的一个状态，完整度非常高。有电子手刹车，2020年的 HR-V S 版。29000，原厂保养，里程保证，有兴趣的请把握，车子非常漂亮，谢谢。实在就是 SUM。